喜欢野人七号部落吗？按下喜欢，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加入赖群，掌握即时资讯，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拥有专属的村民卡，一起拥有更多的部落故事吧！野人七号部落祝大家一定要幸福哦！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刚结婚哦，是这样。哎呀，三位大佬，也有些人知道我，但有些人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今天要干嘛？你来干嘛啦？哎，恭喜！哇塞！耶！最美兽医师来了。我才是最美的。你回来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下，我不想要就是FB或是 IG 公布自己村民，然后朋友还是要先跟你们讲，因为我有点忍不住自己的喜悦，找大家一起来这边，然后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有弄一个影片，本来在这边放，我忘记今天是礼拜五，有很多人在这边播，好像有点尴尬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就在这边喝一点酒，等下回我家再播一下这样子。我二姐夫，大姐夫。那你们如果没看过东区梅亚，这是他大姐，这是二姐，三姐妹基本上是长一模一样。哎，谢谢。知南合作社的另外一个主持人，我要单飞了，因为我的合伙人重色轻友。我讲清楚，叫来台北不来台北，有妹子要来他就来。从今以后，我跟他就算是道扬镳了，就再也没有伪村长夫人这个职位，因为会犯法。想争取村长夫。你原本没有要来吧？原本有考虑要来。那终究为什么会来？你为什么会来？不好意思吗？女儿，然后如果你的女儿跟王康在一起，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都会担心自己的女儿。以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们野七的男村民里面，你觉得最值得托付的对象是谁？不可能是少辅。为什么？他虽然说长得人模人样，可他这个人就是孤猫 Gary。他一切都非常的好，太矮基因不好，叶子也不行，因为叶子不够爱他女朋友，建中也不行，建中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我们要找到什么样的另一半，你知道吗？就像磁铁一样，就像磁铁，基本不是那铁做的钉，而是肉做的心啊！凭良心讲，我女儿我也想要嫁给晨晨，受不了前女友这件事。忘不了，忘不了。那我女儿算什么？生儿子，你希望他的女朋友是哪一型的？凯西真的不行呢，太独立了，也不能娶君娜这种，整天那个跟肉给人家看，芊芊也不行。芊芊，我儿子找他一个讯息，他可能十天后才会回。你的什么烂媳妇？真的是米娜。帮夫，好媳妇代表，老公打掉氪金100万，没关系啊，没关系，我最近努力赚多一点，卖别的衣服就好了。兄弟，兄弟，姐妹，这个我喜欢 ，OK OK。儿子也可以选董仔这种吧，董仔很勤了啊，对，我哪有，我有勒过你吗？你看，就再勒了，再勒，再勒，再勒。在呢，李伟不行，看不懂李伟，大家在想什么？你脑袋是不是这么小颗啊？修派，修派。汤，好媳妇来。各位，快，好不好？好啦，没事啊，我们就和好了。我是林家一辈子的奴隶，因为他不配做个人，当你小孩的马。人生重要大事，他竟然。然后是我自己，就是喝酒可能喝到坏掉，快烤啦，坏掉，快烤啦，喝酒坏掉，快烤啦。那边乱到脾气那么好的，咋可以生气？所以说，男生不会打理感性的时刻，世纪之爱，董仔妹妹，我爱你，董仔妹。在哪里？董仔妹妹，你我在这里。董仔，我爱你。换他的名字。Rita 妹妹，我爱你。Rita 妹妹在这里。Rita 妹妹，我告诉你 ，Rita。我爱你。
最后三个字，说说啦！来来，准备来，我们要去瑞塔妹妹，我爱你，瑞塔妹妹，你在哪里？瑞塔妹妹，我在这里，瑞塔。小野了，小野了，辛苦老婆了，辛苦老婆了，老婆最辛苦，老婆最辛苦，送你。谢谢，那我要许愿了。许愿，许什么愿？许愿，他说了算。我要许我们小野人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长大。第二个，我就许小野人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谢谢小贤啊，每次都一直帮我们做生日蛋糕。小贤，谢谢哦。这是 Mina 送的，对，谢谢。家里不够大，家里不够大，家里太小，但家里太小。爸爸告诉我说，长大就是要赚大钱，买大房子才够容得下这么多朋友。加油！大家坐好，立正。原本这个工作是王康，然后王康都没有，从来没有尽责过。乖啊！你有办法呢，梁某很听话，我就服你。我在这边啊，讲话安静一点。最高频只静悄悄。我们现在看一个影片。新的。Back when I was 10 years old.With a rose and a valentine I thought that love was bought and sold With candy hearts that say be mine But it's not like the movies show It's not like the stories read The more you try, the more you know Just how hardThings in life always take
time with you is all I need. My love is so much sweeter because of you. Oh, because of you.